使 B 群睡不着。洪若璞营养师表示，吃对能改善失眠，身体缺少 B 群就无法有效地将营养素转换为能量，容易感觉虚弱疲劳，此时适当补充就能感到精神变好。但睡前补充 B 群是否会导致失眠，关键在身体是否缺乏。缺乏 B 群的人在睡前适当补充，不但不会失眠，反而能帮助入睡和增进睡眠品质。失眠有很多种原因，若确认是因为缺乏 B 群，也别猛吞高单位补充剂，要先了解主要缺乏哪一种维生素 B， 再选择对应食物加强补充，避免超量，因为超量多补也会被排出体外。没有最健康，只会更健康。快上 LINE 加入好友 Top One Health。